我是刚刚的车长呢，八十年用八零八五个小拳头，将沿线开往下一，拜拜。我是刚刚的车长呢，八十年八月八号，然后反正我不知道车次，到时候再讲。八月八号。哇塞，复兴号尾端642花东港台东的复兴号，9:34，谢谢各位。好了，下面跟大家多多点赞以及观看片，我的642是复兴号，在瑞宇，在树荫站，树荫站18站停靠，金华东港台东9:34，谢谢各位大家。